们，我们一起来唱首歌怎么样？好的，我们来唱乒乓歌吧。哦，这首歌我不太熟悉。拜托了，羚羊夫人，弹一首乒乓歌吧。那好吧。We're playing our tune and we're singing our song with a bing and a bong and a bing. Bong bing boo, bing bong bing, bing bong bing li bong li boo. Bong bing boo, bing bong bing, bing bong bing li bong li boo. 好了，孩子们，现在该睡觉了。晚安了，孩子们。晚安，羚羊夫人。佩奇和苏西睡在他们的睡袋里。我有一个手电筒。我也有一个。注意了，孩子们，时间不早了，大家快睡觉吧。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啊？我不知道啊，这声音又出现了。苏西，你要去哪里呀？羚羊夫人，我有一点害怕。哦，那你想进来吗？我想进去。羚羊夫人，不好意思，我也觉得有一点害怕。那么我可以进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我现在觉得害怕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我也觉得害怕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还有我，你们大家都进来吧。我们可以一起来唱乒乓歌吗？没问题。We're playing our tune and we're singing our song. 啊哈！猪妈妈找到了手电筒。能让我来拿吗，妈妈？当然。乔治，你看看我的脸。佩奇在吓唬乔治。别怕，乔治，佩奇只是开个玩笑。我们快去告诉猪爸爸，我们找到了手电筒。猪爸爸还在地下室里找手电筒。我记得就在这儿附近呢。爸爸，我们找到了手电筒。幸好他就一直在厨房里放着呢。那还真是幸运呢。现在我们只能等着，直到宫殿恢复了为止。那我们到底要等多久呢？准确地说应该是很久以后。但是乔治和我还想要跳一会儿舞呢。我知道要干什么了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会儿电视。啊，为什么开不了了？电视也是需要电才能工作的。是这样吗？是的。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呀？在过去还没有电视的日子里，小孩子们会想出一些游戏来玩。我知道了，我需要一个纸箱。佩奇想要干什么呢？妈妈，你可以帮我给这个纸箱剪一个洞吗？用来干什么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猪妈妈在纸箱上面剪了一个洞。剪好了，佩奇。谢谢妈妈。那爸爸妈妈就坐在那里，然后乔治，你拿这个手电筒来照着我。欢迎收看小猪佩奇新闻，我就是小猪佩奇。停，我又赢了。你肯定作弊了。我没有作弊。你偷看了牌对不对？我才没有偷看呢。我以后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玩了。我以后也不想再和你一起玩了。哦，糟糕，苏西和佩奇他们吵架了。羊妈妈来接苏西回家了。佩奇，和苏西说再见吧。我才不要和他说话呢，我也不想和他说话。哦，他们会和好的，他们可是最好的朋友。这可不是玩笑，我们不再是最好的朋友了。猪爸爸做好了晚餐，
佩奇、乔治，该吃晚餐了，是意大利面哦。发生什么事了，佩奇？佩奇和苏西发生了一点争执。哦。但是我真的有点想苏西了。嗯，那我们给苏西打个电话。你好，猪妈妈。佩奇能和苏西说话吗？你好啊，苏西。你好啊，佩奇。如果你跟我道歉的话，我们能再做朋友。很抱歉，我不该说你作弊的，即使你真的是作弊了。好吧，那我也很抱歉，你不再是我最好的朋友了。哦，这没关系的，我很快能再找到一个新的最好的朋友。今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所有的孩子们都在游乐场玩。小狗丹尼和他最好的朋友佩德罗一起在玩旋转圆盘。哇！乔治和他最好的朋友理查德一起在玩跷跷板。跷呀跷，跷呀跷。他说什么了 ？Bonjour, Peppa. Comment ça va？ 妈妈。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奇怪的话呀？这是法语，佩奇。他是说你好，佩奇，你好吗？他还说了什么？嗯，我来帮你。J'aime les princesses et jouer avec mes amis。聪明的爸爸。我也算是法语专家了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猪爸爸擦了擦他的眼镜，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。这不太好翻，写得乱七八糟。他的意思是，我喜欢仙女公主，还喜欢和我的朋友一起玩。我就准备这么说的。我想学习说法语。那你就和小毛驴戴芬聊天吧。怎么聊？他的电话在这封信上面。太好了。Bonjour。Est-il possible que Peppa parle à Delphine? 猪妈妈问的是，可以让佩奇和戴芬通话吗？你好。Bonjour. Bonjour. 那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？Comment ça va? Comment ça va? 再见。Au revoir. Au revoir. 他说什么了？他说了法语。Bonjour, George.Comment ça va？ 佩奇在用法语说你好吗？恐龙。不对，乔治，法语可不是像你这么说的。现在是清晨，邮递员斑马先生来为佩奇家送信。来信了，太好了。我能看看戴芬寄给我的信吗？拜托。对不起，佩奇，今天没有寄给你的信。树木，树木，除了树木还是树木。佩奇，这说明你没看仔细。好吧，我会很仔细的去看，可是还是没有看见什么呀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佩奇找到了一些脚印。这些是谁的脚印啊？恐龙。不是的，乔治，这才不是恐龙的脚印呢。我们跟着这些脚印看会是谁的。好哎。我们要很安静，这样才不会吓跑人家。好的，妈妈。乔治，嘘，嘘。佩奇和乔治跟着这些脚印。哦，你看，原来这些脚印是小鸟的。它飞到树上去了。哪里呀？给你，佩奇，用望远镜来看。望远镜能看清远处。我看到一只、两只、三只小鸟宝宝。哦，他们在吃什么呀？啊，他们在吃虫子！啊，真是太恶心了！乔治找到了更多的脚印。哦，这些是谁的小脚印啊？这些是蚂蚁弄出来的小脚印，他们在收集树叶当食物。他们会吃色拉当午餐吗？会的。说到午餐，我们来野餐吧。哦，野餐。猪爸爸，
你把食物放在车上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但这不是问题。我们回车上去吃午餐吧。那该走哪条路回去？地图会告诉我们。走这边。哦，为什么会有棵树？地图上可没有。哦，猪爸爸，我们迷路了是吗？是的。该怎么找到我们的小汽车呢？乔治又找到了一些脚印。地图上显示，瑞贝卡的家就在下一个山坡上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里应该就是瑞贝卡的家了。我们肯定是迷路了，这里明明只有这些胡萝卜。瑞贝卡家的房子在哪儿呢？你们大家好啊。瑞贝卡，你想来我的房间一起玩吗？你的房间？但你家的房子在哪儿？佩奇到处都没有看到瑞贝卡家的房子。这山坡就是我们家的房子，这个叫地洞。哦，我带你看看。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了。进来吧。我们家里没有楼梯，但是有隧道。哇哦！瑞贝卡的家和佩奇的家有些不一样。这里是我们的房间。哇哦！你们有床、一扇窗户，还有一个玩具箱，就和我们的一样。那当然，我喜欢你家的房子，真希望我也是一只兔子。我知道了，那我就来教你们两个怎么做兔子吧。好的，拜托你了。首先，你要使劲抽鼻子，然后再叫，就像这样。Squeak squeak squeak squeak。非常好，小兔佩奇还有小兔乔治。佩奇喜欢做兔子，乔治也喜欢做兔子。兔子们喜欢吃胡萝卜，真是美味呀！真是美味呀！不要。乔治不喜欢吃胡萝卜。乔治连试都不想试。那好吧，我们就能多吃点了。瑞贝卡，兔子在其他方面是怎样的？兔子喜欢蹦蹦跳跳。来外面吧，我演示给你看。我们来跳吧。大家好啊。你好啊，琪琪。佩奇的朋友们都在。我们能去坐火车吗？我正在给孩子们上一节关于巴士的教育课。坐火车也能学到东西吗？那当然可以了。有谁想要去坐猪爷爷的火车，请举手。我想留在这儿的，请你们把手都举好了。好吧，你们都可以去坐火车，我会跟在你们后面的。突然，路上出现了一滩泥，这会让我们都陷进泥里的。或许我们应该换一条路吧。这只是一滩泥而已。来吧，哥特鲁德，你可以过去的。来吧，巴士，你也可以的。巴士陷进泥里去了。哦，真倒霉。你好啊，兔小姐，你今天怎么样？我陷进泥里去了，你能救我出来吗？没问题。你的卡车马力够大吗？相信我吧。成功了吗？没有，我们需要一辆马力更大的车子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没有什么事是我解决不了的，但还是谢谢你了。我有个办法了，猪爷爷的火车可以把我拉出来。是个好主意，兔小姐。猪爷爷的小火车要把兔小姐的巴士从泥里拉出来。马力全开！加油，格特鲁德！加油，格特鲁德！太棒了！把嘴张大一点。啊！再张大一点。啊！好了，让我来看看。大象医生用小镜子来看牙齿。
希望你没有吃太多的糖果，佩奇。当你嘴巴张开时，实在很难说话。好了，检查完了，牙齿又白又干净。他就和我一样。那我现在可以喝漱口水了吗？可以，但不能喝下去，要把它吐出来。乔治，现在该你了。不要。乔治不想做检查。当医生检查你的牙齿时，或许你可以抱着恐龙先生。恐龙。很高兴见到你，恐龙先生。医生，那不是真的恐龙，那是塑料做的。抓稳了。你做得很棒，乔治。现在让我看看你的牙齿。乔治不想让牙医检查他的牙齿。乔治，张开嘴，像这样。啊。啊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检查完了，你有很健康洁白的牙齿，乔治。和我的一样洁白干净吗，大象医生？啊。是的。乔治为自己洁白的牙齿自豪。乔治，别忘了喝漱口水哦。哦，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怎么了，大象医生？乔治的牙齿很干净，但这只恐龙的牙齿却很脏。那我们出发了。喂，我比你们快。我们没有在比赛，佩奇，这只是场轻松的自行车之旅。是的，爸爸，但是还是我比较快。哈哈，现在我们比较快。我不喜欢骑自行车上坡。佩奇，我们赢了比赛。你们没有赢，爸爸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比赛呀。但是现在开始了，追不上我了吧？呵呵，你真是个调皮的小家伙。你们好，鸭子们，我在骑自行车呢。你们好。啊，我都忘了我有多喜欢骑自行车。哦，我忘了我有多讨厌骑自行车走上坡路了。地面现在非常陡了。哎，我不喜欢骑自行车上坡。可你看到漂亮的景色啊。我的天哪，这真是个累人的工作。猪妈妈，你没有在踩踏板。哦，对不起，猪爸爸，我只顾欣赏景色了。佩奇和他的家人都到达了山顶上。佩奇的朋友们都在这儿。你好啊，佩奇。你们好。我们要进行骑自行车比赛。佩奇，你想要参加比赛吗？好的，只要我们是骑车下坡就行。好的。佩奇和他的朋友们要比赛骑车下坡了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在我鸣笛之后，你们就可以开始了，就像这样。佩德罗抢先出发了。等一下，佩德罗，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呢。对不起，猪爸爸。爸爸，你怎么戴了一顶这么滑稽的帽子呀？嘿嘿嘿，这顶是我的贝雷帽，戴上它，我会更有作画的灵感。好了，我该画些什么？这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那我就来画这棵老樱桃树。那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画架，佩奇，它能固定我的画布。画布又是什么呀？它有一点像是纸，是用来画一些特别的画。那些是牙膏吗？不是的，佩奇，这些特别的颜料是专门给大人们用的。
好了，我们该先用哪个颜色？先用红色。为什么选红色的呢？因为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但是我们首先需要画天空。看，天空是什么颜色？当然是蓝色的。回答正确。我们现在先画蓝色。现在再来画樱桃树，要用绿色来画树叶。可是我们没有绿色的颜料呀。没关系，把蓝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，就能调出绿色了。蓝色加上黄色就是绿色。哇，多好看的绿色树叶呀！我们还可以画些草。棕色的树枝树干呢？我们也没有棕色的颜料呀。我们可以调出棕色，我们可以混合绿色和红色。混合绿色和红色就是棕色。哇，猪爸爸画好了树枝和树干。哇哦，爸爸，能让我来画樱桃吗？可以，佩奇，用你的手指沾上颜料，然后再按到树上。一二三，做得好，现在该你了，乔治。你画的真是太好了，乔治。割草机又旧又锈。怎么会呢？我很快就会把草割完的。哦，看来是有点生锈了。或许我该打电话给猪爷爷，问问他能不能帮我们割草。不需要打电话给猪爷爷啊，我只要再使劲一点就能割了。猪爸爸的割草机已经不太好用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打电话给猪爷爷。你好，我是猪爷爷，请说吧。你好，猪爷爷，你可以帮我们割一些长长的草吗？哦，哈哈，当然可以，我现在马上就过来。再见。我的割草宝是时候出动了。猪爷爷开着自己的割草机到佩奇的家去了。爷爷你好。爷爷你好。你们大家好啊，我听说这里有些草需要修剪了。我的割草机太久没用了，所以有点问题。别担心，割草宝马上就会帮你处理好。你的割草机叫做割草宝吗？没错，就叫这个。你好呀，割草宝。爷爷，我们可以开割草宝吗？当然可以，快点上来吧。遵命，船长爷爷。我们很快就可以把草都割完的，抓紧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哇！割草宝真的很厉害。真有意思。好了，割完了。哦，所以乔治并不是真的生病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你这样实在是太恶心了。哦，可怜的乔治，快去床上休息吧。乔治，你在床上躺着休息一会儿吧。不要。乔治一点也不想躺在床上。哎呦，乔治，你要待在床上直到你好了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定要注意保暖。为什么？因为棕熊医生刚才是这么说的。你们好，我的病人在什么地方？哦，张大嘴巴，然后说啊。乔治感到有点害怕。佩奇，你是勇敢的大孩子了，你能演示给乔治看怎么说啊？当然可以。乔治他是感冒了。那么乔治需要吃药吗？不用，但是他可以在睡觉前喝一点热牛奶，来帮助他好好睡一觉。谢谢你，棕熊医生。不用谢，再见。乔治在床上躺了一天，现在佩奇要睡觉了。乔治，你好一点了吗？乔治的感冒并没有好转。
乔治，拜托你打喷嚏不要这么大声。哎呀，好吧，这也许不太可能。乔治，喝杯热牛奶吧，这样你就能好好睡了。喝了热牛奶，乔治感觉非常非常困。晚安了，我的小家伙们。哎，这么安静真是太好了。真是太感谢你了。小羊苏西和他的妈妈开着车来了。你好啊，佩奇。你好啊，苏西，我们的车没有油了。狗爷爷及时帮助了我们。哇哦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那一会儿见咯。一会儿见。哦不，不好了，我们车子的轮胎漏气了。那是不是要找狗爷爷帮忙了呢？看来是得找他了。你好，我是狗爷爷。我知道了，别慌张，羊妈妈，我马上就来。去救援喽！我可以一起去吗？一起上来吧，佩奇。去救援了！我们去救援喽！你好啊，苏西，我们来提供救援了。太好了！狗爷爷在往轮胎里面充气。真是太谢谢你了。猪爷爷和猪奶奶也开着车来了。嗨，大家好啊。你好，猪爷爷，你要加点油吗？或打气？谢谢，不用了，我想来试一下你的新洗车机。当然可以了，这个是由电脑控制的。你好，我是未来的洗车机。哦，首先肥皂水洗车，然后冲洗干净，最后呢，再擦干净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出问题了。哦，糟糕，电脑出问题了，猪爷爷的车被卡住了。啊哦，快来救救我们，狗爷爷。哦，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修电脑。我爸爸把我们家里的电脑修好了。那样其实不算是修了电脑。好了，现在你们看上去就像两只贪吃的蜗牛了。我要把爷爷所有的生菜全部都吃了。哦，你们这些贪吃的蜗牛，离我的生菜远一点。只要爷爷朝我大声喊叫的时候，我就躲到我的小房子里去。佩奇的朋友们来了。你好，猪爷爷。你好啊，苏西，你们是来找佩奇和乔治一起玩的吗？是的。可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。现在只有我还有这两只蜗牛在这里。我们是贪吃的蜗牛，我们是贪吃的蜗牛。真奇。我们再假装自己是一只蜗牛。我们也可以扮成蜗牛吗？我觉得我这里的篮子好像不够你们所有人。哦，你们可以扮别的东西啊，在花园里就有很多好的选择。我扮胡萝卜。小兔瑞贝卡喜欢胡萝卜。不用了，瑞贝卡，不用扮胡萝卜，大家跟我来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是从那间房子里传出来的。爷爷，为什么那个玩偶房子里面会发出汪汪汪的声音啊？那可不是玩偶的房子啊，佩奇，那个是蜜蜂的房子，它叫做蜂箱。哦，看哪，这里就有一只。它在干什么？它正从花朵里面采集花蜜呢，然后它会再飞回蜂箱，把花蜜酿制成蜂蜜。我喜欢蜂蜜，那我们就扮成蜜蜂吧。嗡嗡嗡。好的，来扮成蜜蜂吧。嗡。
别担心，我非常清楚我们在哪儿。这边走。哦，谁把树放这儿了？猪爸爸撞到了一棵树上。你还好吗，猪爸爸？没事，我很好。这边走。猪爸爸，你知道自己往哪儿走吗？是的，我当然知道。我觉得我们再也找不到我们的房子了。我确定我们能找到的，我们只是在花园里。哦，是鸭子们。你们好呀，鸭子们，你们找不到自己的池塘了吧？我们也迷路了。我们没有迷路，我很清楚我们在哪里。一会儿见，鸭子们，祝你们尽快找到你们的池塘。哦，猪爸爸找到了鸭子们的池塘，真是幸运啊。是啊，他们还真是幸运。爸爸，鸭太太在跟你说谢谢你。不用那么客气，鸭太太。好了，来找回自己家的路吧。我确定一定是这条路。你好啊。你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是的，我听到有人在说话。你好啊。是兔妈妈、瑞贝卡和理查德。你好啊，佩奇，我们迷路了。你好呀，瑞贝卡，我们也迷路了。我们本来想去游乐场玩的。我们也是的，但是雾太大了，根本去不了。你们都过来吧，雾散开之前先到我们家里来吧。猪爸爸，你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吗？我当然知道要去哪里。这边走。好的，爸爸。啊，我知道了，爸爸的臭臭拖鞋。不行，实在是太臭了。我知道了，爸爸的旧椅子。但是这可是古董啊。古董？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所谓古董就意味着古老又值钱。但是你是在垃圾堆里找到它的，根本不值钱的。等我修好了它，就会值很多钱的。这句话你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猪爸爸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把猪奶奶给我的这些可爱的袜子拿去吧。好的。我是来这里拿你们准备义卖的东西的。都在这儿了。谢谢你了。这把旧椅子你需要吗？哦，你们实在太慷慨了。再见。再见。妈妈，你怎么把爸爸的椅子送出去了呀？嘘，别告诉他，他不会注意到的。义卖活动的日子到了。你好。你好，兔小姐。佩奇，这把椅子怎么样？感觉有点破旧，但是你可以把它拆了用来烧火。可是这把椅子是古董。是吗？我爸爸说这个古董很值钱的。我都不知道，那我要提高价格了。再见。嗨，大家好啊。你好啊，佩奇。你带了什么呀，苏西？我带了我的护士制服。我带了我的鹦鹉气球。我带了我的玩具猴子。哦哦哦。我会怀念我的小丑盒子的。我可以买这个小丑盒子吗？我想买我的护士制服，可以吗？我想买我的鹦鹉气球。妈妈，妈妈，你看我们都买了什么？买了你们的旧玩具。我们想念他们。我能试一下盖章吗？当然可以，让我来帮你找几张纸。这里有几张纸。我们还是用一些没用过的白纸吧，给你吧。佩奇喜欢用橡皮章盖章。我喜欢兔先生的这份工作。继续我们的参观，下一站是猫女士的办公桌。喵。你好啊，佩奇和乔治。你好。我的工作就是在电脑上画各种各样的图形。哇哦！然后再把这些图形打印出来。哇哦！我这里还有另外一张。
谢你。猫女士的工作也很不错。我能不能试一下？这次应该让乔治来试试了吧？说的对，乔治，轮到你来尝试一下了。乔治画了一些蓝色三角形，现在把它们打印出来。我喜欢猫女士的这份工作。你们想看看我的办公桌吗？是的，我想。这是猪爸爸的办公桌。我的工作说起来挺复杂，我就是对很大的数字做数字变换，然后计算它们的切线承载。猪爸爸的工作听上去好像很重要。那么你会用到橡皮章吗？不用。那么你会用到电脑吗？不用，但是我会用彩色笔。爸爸，我们可以用彩色笔来画画吗？好主意。佩奇和乔治喜欢用彩色笔画画。我要画一间房子，乔治正在画一只恐龙。乔治最喜欢的就是画恐龙了。恐龙。我觉得在未来我会住在月球上。然后我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我。而我会坐在火箭里面。你好啊。现在我们给未来的人录制一段视频吧。对未来的人说，你们好啊。你们好啊，未来的人。你们可能现在已经住在月球上了，就要到火星去度假了，还坐着火箭到处飞，对不对？非常好。回家时间到了，家长们都来了。爸爸妈妈，我们做了一颗时间胶囊。啊，猪爸爸，你来得正好，帮我们挖一个坑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为了埋时间胶囊，猪爸爸在学校的花园里挖坑。好了，现在能把它挖出来吗？它会就这样一直被埋着，埋上很多很多年。但是我不想等那么长的时间。我说佩奇，你就和你爸爸小时候一模一样。真的吗？是的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也是他的老师。原来你也教过我爸爸。是的，我教过你们所有人的爸爸妈妈，是不是啊？是的，林阳夫人。在你们爸爸妈妈很小的时候，他们也做过时间胶囊。没错，我们做过，我们把它埋在了一棵小树旁。我们能挖出来吗？可以啊，我记得我们把它埋在这里了。哦，我记得是一棵很小的树。哦，这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现在这棵树已经长大了。吹几下，用力吹，这样就能把船吹走。好棒！它开得可真快呀。佩奇喜欢他的小帆船。佩奇的朋友小羊苏西来了。嗨，大家好啊。你好，苏西。我们在玩我们的玩具船呢。这艘是我的快艇，它需要上发条吗？不用，它是用电池的。苏西的快艇只需要依靠电池。哦。哇，这艘快艇真不错。鸭太太。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来了。大家好啊。你好，丹尼。你们看，我爷爷给我做了一艘明轮船。哇，不错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它要怎么前进？它是靠蒸汽行驶的，我只要打开这个小小的开关。哇，真是一艘奇妙的明轮船。小兔瑞贝卡和她妈妈也来了。嗨，大家好。你好啊，瑞贝卡。我们正在一起玩船呢。我真希望我也有一艘船。小兔瑞贝卡没有船。
我有一个主意，我正好带了我的报纸过来，我只需要一张纸。哪页是我们不要的？新闻版、体育版，哦，对了，时尚版。不要用我的时尚版。好吧，那我们就用商业版的。我记得在我小时候，我经常会用报纸做手工，就像这样。猪爸爸要做什么？我要做一艘船。猪爸爸用报纸做了一艘纸船。谢谢你，猪爸爸。嗯，我不是很确定，我可能会这样搭吧。哇哦！大象艾米丽很会搭积木。游戏时间到了。太棒了！艾米丽，你想出去和大家一起玩游戏吗？是的，我想。谁能告诉艾米丽玩的地方在哪儿啊？是的，羚羊夫人。佩奇和他的朋友们喜欢在学校花园里玩游戏。抓不到我们。实在是太吵了。我们比比谁的声音最响。好的，那么我先来吧。啊 ，squeak squeak， 这叫声很响。轮到斑马苏怡了。现在是小羊苏西。现在是小狗丹尼。这叫声非常的响。该我了。喵。该我了。奶。该我了。佩奇的叫声最响。艾米丽，你来试试吧。可是我没有把握。试试吧，艾米丽。那好吧，我来试一下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才是最响的。哇哦！再来一次吧。艾米丽现在没有那么害羞了。艾米丽，你想一起玩我最喜欢的游戏吗？你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？就是在泥坑里跳来跳去，那也是我最喜欢的游戏。佩奇最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。艾米丽也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。这游戏好像很好玩，一起玩吧。羚羊夫人也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。仔细看。好像真的有东西呢。是的，是一只螃蟹。啊，这只螃蟹钳住爷爷的手指了。哦，啊，好疼。真是调皮的螃蟹。看，乔治，螃蟹先生他是横着走路的。乔治假装自己是螃蟹。佩奇也想装成螃蟹。我们是调皮的螃蟹，钳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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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救命啊！这里有两只调皮的螃蟹想要来钳我！钳你，钳你，钳你！我们是调皮的螃蟹，钳你，钳你，钳你！快走开，调皮的小螃蟹，回到你们的潮水潭里去。好的，我们再去别的水潭看看。你们看到了什么？一个海螺。你能听到海声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把海螺放在耳朵旁边，就可以听到海。哇哦，我听到海的声音了。我好喜欢这个海螺。乔治，你能找到海螺吗？螺。那个不是海螺哦。佩奇说的对，那不是海螺。乔治找到的是一块化石。什么是化石啊？所谓化石呢，就是很久以前的动物死了之后的遗体，比方说恐龙的时代。恐龙。潮水潭真是太好玩了。是的，它们是很好玩，但鱼就不适合在这里了。瞧呀，
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泥坑，真是一个巨大的泥坑啊！佩奇、乔治，该洗澡了。爸爸妈妈，我们找到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泥坑。我看见泥坑了，快进来洗澡。嗯，我们不能在外面再玩一会儿吗？不行，你们该洗澡了。你和乔治觉得困了吗？没有，爸爸，我和乔治现在一点都不觉得困呢。佩奇和乔治可能还不怎么困，可我困了。我也是。睡觉之前，佩奇和乔治要洗澡。佩奇喜欢泼水，乔治也喜欢泼水。佩奇和乔治都喜欢泼水。别再玩了，快停下！快出来擦干，把睡衣穿上。我们不可以在浴缸里多待一会儿吗，妈妈？洗澡时间结束，现在是刷牙时间。睡觉之前，佩奇和乔治要先刷牙。好了，牙也刷好了，去睡觉吧。我觉得我的牙齿要再清洁一下。快去睡觉，爸爸会给你们讲睡前故事。佩奇和乔治喜欢听故事。佩奇睡觉时会把泰迪放在身边陪他一起睡，乔治睡觉时会把恐龙先生放在身边陪他一起睡。现在你们该觉得困了吧？一点也不困，我们想听好多好多睡前故事。爸爸只能给你们读一个故事，你们想听哪一个？知道，我们可以找到乔治的玩具恐龙，那个玩具总是会被乔治弄丢。恐龙，恐龙先生没有被弄丢。那你的眼镜丢了吗，爸爸？你总是找不到你的眼镜。呵呵呵，今天没有眼镜，我现在正戴着呢。可这样不公平，没有神秘事件需要我们解决。要我给你们制造一个神秘事件吗？好的，太棒了。猪爸爸要制造一个神秘事件。现在看看桌上有什么。桌上有小鱼、泰迪、盒子里的小丑，还有恐龙先生。说的没错，你们要看清楚，把桌上的东西都记下来。桌上有小鱼、泰迪、盒子里的小丑和恐龙先生。你们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非常好，麻烦你们先去门外等一会儿吧，我好了会叫你们进来的。听脚步声，爸爸好像跑到楼上去了，不过现在他又下来了。可以了，现在你们可以进来了。有一件东西不在桌上了，知道是什么吗？桌上有恐龙先生，还有小鱼，盒子里的小丑。那什么东西不见了？是泰迪。回答正确，泰迪不见了。干得漂亮，佩奇、乔治。这对我们来说太简单了，我们是世界著名的侦探。啊，这只是神秘事件的一半，你们需要找到泰迪。我不知道。地上的这些小东西是什么？这是蛋糕碎屑。放大镜让地上的蛋糕碎屑清晰可见。我想泰迪是不是一直在吃蛋糕呢？瞧这些蛋糕碎屑往这儿延伸，看来泰迪吃了不少蛋糕。再见了，奶奶。再见了，爷爷。再见了，奶奶。再见了，爷爷。你想要喝一杯茶吗？你想要喝一杯茶吗？乔治给玻璃倒了鸟食。乔治，你倒了太多的鸟食了，玻璃吃了会长很大，然后像气球一样爆炸。不，像气球一样爆炸。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冰淇淋车。冰淇淋车，好哎！哦，糟糕，
乔治忘了把门给关上。啊啊！冰淇淋，冰淇淋！过来的是卖冰淇淋的兔小姐。你好啊，猪妈妈。你好，兔小姐，我要四个冰淇淋。谢谢你，兔小姐。乔治，你忘记把门给关上了，玻璃一定会趁机飞了。别担心，佩奇，我想玻璃一定还在里面呢。玻璃不见了。哦。我们把玻璃弄丢了，这一下爷爷和奶奶一定会很伤心的。说不定我们该去花园找找看。瞧，那是什么？猪妈妈在花园里看到了什么？啊！是玻璃。好耶！啊！但是爸爸，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把玻璃从树上弄下来呢？啊！别担心，佩奇，我来拯救玻璃。过来吧，玻璃。啊！你想要喝一杯茶吗？啊！哦不，玻璃又飞到更高的地方去了。哦，糟糕。你为什么要躺在地上呢？这是看星星的最好方式。看看那些小星星，想象一下把它们连起来。那个叫做北斗星。哦，是的，最后的那两颗星星，它们指向北极星。哇，北极星啊，北极星，你是圆啊还是近？开车能找到你吗？到不了的，佩奇，星星离我们很远很远。它们比大海离我们还远吗？哦，是的，但是用望远镜看的话就会近很多。那爸爸，我们有望远镜吗？没有，但是猪爷爷有一台非常好的望远镜。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爷爷家？现在去有点太晚了。或许我们不该错过这么难得的一次机会。太好了！这是佩奇和乔治第一次在晚上坐车外出。看呐，我们正跟着北极星走呢。北极星啊，北极星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请照亮我们前路。佩奇和乔治来到了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。哦，天哪，我希望猪爷爷和猪奶奶他们还没有睡觉。都已经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还会来这里呢？我们想来这里看星星。佩奇和乔治想用你的望远镜来看星星。我明白了，非常好，大家都跟我一起去阁楼吧。瞧，他就在这儿呢，我的老贝斯。哇哦！猪爷爷的爱好就是看星星。好了，那谁要来第一个看呢？我。哦，我看到北极星了。苏怡的双胞胎妹妹们祖祖和莎莎，也想和他们一起过夜。过夜派对只能让大姑娘们参加，知道吗？哦，他们那么小还很可爱，他们能留下来吗？那好吧，但是你们一定要保证，你们不能睡着哦。我们保证。哇哦，一架钢琴，我正在学钢琴呢，听着哦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我能来试试吗？我也要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小声点儿，你们要安静一些，不然斑马爸爸没法休息了。现在你们快点睡觉吧。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？一起过夜的时候，总是要来一个午夜大餐才行。那什么是午夜大餐？就是吃东西，但是要偷偷的吃。哦，我知道吃的在哪儿，但是我们一定要非常安静。嘘，苏西，嘘，佩奇，安静一点。
斑马妈妈被吵醒了。我们的午夜大餐一定是有史以来最好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会吵醒斑马爸爸的。有谁可以来为大家讲一个有趣的睡前故事呢？我，还有我。由我开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小仙女。接着轮到你了，佩奇。她住在森林里面，她长得非常漂亮，还有一根魔法棒。讲得非常好。该你了，艾米丽，告诉我们下面发生了什么。那个我不是非常确定。我们真的好慢啊，我们永远也到不了爷爷奶奶家了。佩奇说的对，我们得换一条路。但地图上没有显示有别的路。我知道一条小路。大家再见了，我们要去走小路了。再见了，佩奇。祝好运。猪妈妈开到了一条小路，躲开了交通堵塞。但是这条小路非常的不平。真有意思。你确定是这么走吗？相信我。你们好，鸭子们，我们在走捷径呢。瞧，又能上主路了。干得好，猪妈妈。可是我们还是落在丹尼的卡车后面。你好啊，欢迎回来。哦，糟糕，看来妈妈的小路也走不通了。好了，都准备好了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的土豆做好了。午餐准备好了，但佩奇一家人还没有到。我是猪爷爷，请讲。我们离你们家不远了，但是交通实在太堵了，动起来就像蜗牛，而且是一只非常非常慢的蜗牛。他们就快要到了，但还是在交通堵塞中。可怜的孩子们，这样食物都要变凉了。我有一个主意，我去把小推车推出来。猪爷爷想做什么呢？猪奶奶，帮忙把午餐放到小推车里面来。好主意啊，猪爷爷。如果说他们不能过来吃午餐，我们就把午餐拿到他们那里去。瞧，爷爷和奶奶来了，爷爷的推车上是我们的午餐。你们好啊，我来给你们送。如果和别人分享，会更有意思。乔治可真是一个好孩子。恐龙。乔治不喜欢分享。理查德，现在该轮到乔治玩恐龙了。理查德也不喜欢分享。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哭了呢？乔治和理查德只要在一起玩，他们就总是会哭。他们两个太小了，没有办法在一起玩。你们两位姐姐可以教他们怎么一起玩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们可以帮他们一起做个沙堡啊。是个好主意，我们去沙堆那儿吧。乔治和理查德都喜欢堆沙。乔治，理查德，今天我们四个人要一起来做个沙堡。首先要在水桶里装满沙子，然后我们把水桶倒过来，接着在上面轻轻拍一拍。现在我们把水桶拿起来。好，变出来了。理查德做了一个沙堡，变出来了。乔治也做了一个沙堡。看到吗？大家一起玩很有趣儿。哦，糟糕，这个游戏进行的不太顺利。这些全都是你弟弟的错，他把乔治做好的沙堡给弄坏了。是你弟弟，明明是他先弄坏了我弟弟的沙堡。不要这样，你们两个姐姐应该教理查德和乔治怎么一起好好玩，不是吗？说的没错，我们要做榜样。但是乔治和理查德太小了，没有办法在一起玩。嗯，我有一个主意。
换乔治了，去找份放进红色箱子的报纸。乔治想回收爸爸的报纸。哦，我的报纸还没看完，不能给你，乔治，你得等一下。看完了，拿去吧，乔治。报纸要放进红色箱子，乔治。已经收集到足够的东西了，我们现在去回收中心吧。太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妈妈拿着瓶子，佩奇拿着易拉罐，乔治拿着报纸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爸爸。那我们走吧。Recycle, recycle, we're going to recycle tin cans, bottles, newspapers. Recycle, recycle, we're going to recycle. 这里是兔小姐的回收中心。到了。好耶！你们好啊。你好，兔小姐。你们是来送回收物品的吗？是的，没错。太好了，拿来吧。兔小姐在干什么？她在回收生锈的旧车子。哇！瓶子该放进哪个箱子呢？绿色的。没错。易拉罐放进蓝色的。说得对，佩奇。乔治想自己放报纸。好吧，乔治，你来放这些报纸。理查德有个洒水壶。停下来，理查德。哦，天哪，理查德的洒水壶掉到了游泳池里。抱歉，理查德，我捡不到，这池水太深了。妈妈，抱歉，我不会潜泳。要知道，连我都不会潜泳呢。嗯，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？好哎，拿好了。太棒了，猪爸爸。那是，我在水下也游得很好。洒水壶是给小孩玩的。我们能从跳水板上跳下来吗？不行哦，佩奇，跳水板是给大人用的。哦，你们俩开心点，来看我跳水吧。爸爸，你就别闹了，你实在是太胖了。哈哈，胡说，我年轻时还拿过跳水奖牌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猪爸爸。真幸运，我仍然那么健康和强壮。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？从这边看会看得比较清楚。爸爸，你注意哦，不要把我们弄湿了。我当然不会把你们弄湿，佩奇。我需要高一点的跳板。请小心一点，猪爸爸。也不要把我们弄湿了，爸爸。哈哈，别担心，佩奇。别把我们弄湿了，爸爸。我说了不会弄湿你们的。